一分钟小鱼带你速通 S12 的英雄强化。机器人没强化的时候是套盾，盾前输入电一下周围，有强化后会按一定频率电人，或者在放技能时电人。蜘蛛没强化的技能是眩晕目标并奶自己一口，有强化后牺牲眩晕效果换来给最近两个敌人挂中毒，并且减少蓝耗。我那次遇到一把别人开六唤醒的还挺强的。小鹿这张卡本身定位是花仙子里的堡垒前排，但这个强化给他加攻速加移速加伤害，可能看上去像是变成了屠龙莉莉亚，但实际没些逆天的神器加持，他还是老老实实做肉更好。波比没强化的技能是套盾锤一下，有强化后牺牲护盾改为锤好几下。加里奥没强化的时候是个法坦，有强化后就是幻境龙叠加。努努没强化的时候技能是咬一口并减速目标，有强化后会加点血，并且血越多伤害越高，且每次用技能击杀敌人就可以永久叠血。兰博没强化的技能是在锥形范围喷火并且获得减伤，有强化后就是牺牲减伤转而加更多的伤害，而且还减蓝耗还加吸血。悟空没强化时被动可以从所有来源获得 30% 的额外双抗，主动技能是转圈套盾，有强化后转而获得 30% 的攻击力，并且每次放技能获得可以叠加的攻击力和攻速。